我媳妇给我买越南的爆米花吃，这挂的叮咚咚的，多少钱一份了？我这点，三块钱，三块钱有点贵啊！你个败家娘们儿！越南这个摩托车王国，关注我兄弟们。老婆，蛋糕好吃吗？好吃，老公。那好吃，钱花哪里好？你们能不能少吃点一天？不行啊，一个月在你身上花多少零花钱，自己不算算。不，这瘦了怎么办？瘦了怎么办？是不是瘦了不漂亮了怎么办？不漂亮你不爱我怎么办？你不爱我了，你有小三怎么办？你妈妈知道了把你赶出去，你回国你没有带我的话，你妈妈连毛都不给你。哦，自己看着办吧。老婆说的太对了，你还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。鲍鱼吧。好的，明天给你买去。大龙虾吧。老婆说的很有道理。兄弟们，越南吃西瓜跟我们中国吃西瓜不一样，他们都切成小块，你知道吧？吃饭的时候吃，切成小块放冰箱里冰水，看到没有？都这样吃，我们都切大块大块吃。你那切太厚了，浪不浪费你呢？哎呀，你那好浪费啊！你切的。他就说他皮很厚的。你家里啥条件啊？你切成那样？他的皮比你的皮还厚呢。你个败家娘们！你要吃病啊？你放在冰箱里冰回来吃呗。我都给你了，没毛病。没毛病。嗯。对，都切成这小块小块。哇塞，这神乎其微的刀法哦！做瓜死蛋，可以。你这几口。刀工还可以吧？这几口。把那小那个也切了。就几口，你这不浪费吗？你这挖的，就几口，什么吃几口？一口，啊，一口，行，你真恶心，哎呀，老婆，今天有螃蟹吃，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我太难了。你难啥？我跟你在一起都两年了，你一直想我。怀上个娃，但是一直怀不上。我没想让你怀，想让你怀不很简单吗？这一天到晚的，你想吃螃蟹就吃螃蟹呗，想吃好就吃好了呗。你说给你买呗，我是那么多。就是我觉得是你不好用，你滚。大家好，这个就是越南的下班的时间，你看是不是越南就是摩托车的国王？老婆，你坐好了。啊。老婆，你打掉了。我中国老公来越南也学习骑摩托车，也特别厉害的。没有交警吗，老婆？没有。这条堵到什么？堵了几公里了？最近嘛堵一个小时呢。坐好。加油。哎呀！天哪！关注我，兄弟们，带你了解越南。好了。